你有几多样择偶条件？死啦！哇！OK， 都有廿几条噶啦，二十至卅个左右，唔短啊，其实都有廿个 point。你细个想同点样嘅人结婚？冇空神落煞咧，要刘德华咁嘅人，唔好姓曾噶啦。高大威猛啦，英俊潇洒啦，玉树临风啦，要靓女，第二都系靓女，第三亦都系靓女咯。我老豆咯，分享一下你依家嘅择偶条件。要好干净嗰人，中意食嘢嘅男仔，脚幼啦，唔可以有毛啦，一系长头发，一系光头，唔好怕曱甴嘅，自己识煮早餐，肯做家务啦。好像我心目中那些白马王子，他都是怕怕丑丑的嘛，他就完全不怕丑了。其实他很喜欢喝茶的，但是因为陪我嘛。你喜欢喝茶，那就陪他喝茶吧。没有一个 partner 是 perfect 的，框死自己很难会遇到啱的另外一半。我会进步去成为一个曱甴战士。到后来我真的嫁了姓曾的。这些就是缘分咯，你没得走的，来到的时候。如果现在刘德华要跟你结婚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我说答应。